好，你刚刚都是上升下降，上升下降，上升下降，所以上升是上去，下降是下来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反向操作，对，我们要下降期上去，上升期下来。好，这个技术很常用，对，也很好用，但是要会用。好的，应该等一下要爬上去的美琪，因为它很累。那它用在于微距，就是短距离的使用，它不建议你用下降期去爬的时候，哎，就这样。或者说你用上升器下降的时候也很累，好，就是说当我们可能走过头了，那么爬过头了，我要往下，不用转下降，也是用上升器往下移动，或者是我下过头了，我直接用下降器往上移动，好，这是一种方式。那第二种原因就是头跟上升器坏掉了，就只能用下降器，或者你的下降器坏掉了，只能用你上升器往下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微距它主要是用来调整位置。啊，或者是说器具坏掉了，对不对？可以来替代它。所以我现在要用下降器哦，我要用下降器。好，我们在装好的时候，是不是都会做抽绳的动作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发现，当我在抽绳的时候，下降器是不是就往上 ？OK，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。所以当你每一次站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绳子往上抽。他说就往上跑，好，装好下降器，接下来，然后你的不管回去上升、回去下降，都会用到手柄上升器，好，它是主要的支点。现在是熟的了，右手抓着，打开它，看到了，好，右手抓着绳子，打开它，对，好，啊，你要抓这边，抓这边都 OK， 好抓为原则，脚往下踩，踩的时候这个往上，啊，往上，就上去了，这叫微距上，好，你要下放双手。上升器下降，我必须把它先装上去，对不对？上升器下降装上去，对啊，先打开，打开好。这边我们等下降的时候，这边会有多少？所以你不要给它上升多，你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，这种扣上去比较好。你给它一点点比较扣的，哎，好，打开，站起来。上去就可以收起来，然后这时候就双方把这个，它就可以拆。那你要，你们刚刚要站起来拆它，只要站起来以后，它松了才能够拆它，但是我们没有要拆它，所以你不要把手放这边。把你的手指头放在这里，好，你站起来的时候它会松掉，松掉以后这个东西就会往下压，往下压的时候，这时候是没有夹绳的作用，就往下会放掉，好，一次下来二十公斤，不要太多，然后相对这个也是一样，好，往上推的时候不会动一下，往上推不会动一下，这时候就夹绳。往上推动一下，这时候你加的它，它是不是动 ？OK，
张，你的手放在这个地方，不要用力压哦，就是叫你平衡来。好，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这一块就能够跟着平衡，跟下去一个样子，可以感觉。手指头放掉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站起来。当你有时候你本来要上去，就上到一半，啊，那下去，东西忘了啦，卡住了。所以说你跳了，怎么办？就是我问一下，起不来。刚刚我们就是说要接这个主要接的是，啊，不下去，下去，就好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开始要爬上去的时候，就要接这个，对啊，我们顶住嘛，要下，要下去。就靠下上去下去，顶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接。下上去没有办法，不是我们开始我们不是说上升下降吗？那我们爬上去已经有那个下，要转成下坠。对，下坠已经弄好了。那我们顶上来就是要接这个，只要不好接，我们手放在地上往下，靠起来，靠起来，我这样，拿到了，对。那就可以啊，它就多用了，多用了，减掉了，对，又去，多用了，所以这样的这样的作用，对，大量的大量导，对，第二套也不一样，对，这个长得太厉害，这个后来这个长得太，是啊，因为它完全没有作用，对，不要想太多，我会告诉你。那我刚刚讲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现在要上去上到一半，我的东西忘了拿，我要突然忘记做干，哦，看见，对，你要把手放到这边，跳起来，这时候就会弹回来，就这个弹，所以手指头放在这边，然后站起来，站起来让它自己往下动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好，你们先拿一条绳子放在上面，然后先拉紧之后，手指头放在那边，然后站起来，感觉这个